他现在是25号预告，我预告你修正7天后就成真了。他修正的是什么呢？叫做限制输入货品表。第一个 AG 中这个拉一打 AG 枪中 GBB Gas Rollback 中，台湾最大的黑枪来源其实是走私。来给大家一个大圈圈，内政部警政署的同一文件，太棒了。同一文件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没有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有没有配套？没有。玩具枪，你最起码给我写一个低动能游戏用枪，他居然给我写进口枪支，连条规都不会写，这不是白痴吗？我就跟你讲，各位讲，第一最大的这个东西一搞下去，我们的购买价格就提高了。你估计该买个987条好了啦。第二点就是我们的选择性会变少。那谁会去买有问题的东西？就是有问题的人哦，有罪的都是人啊，是人就这么快就要上这个白痴的懒政，懒政而且又是烂政，找玩具枪麻烦你也得画下道来啊，讲清楚说明白。